小号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祭祀与公甘愿做欢喜秀，对我们今天的主角赵秀英师姑来说，有安的天哦，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。师公五十一岁时阵，先生就破病亡生；68岁，厝内唯一的后生甲新妇嘛亡生。这一连串的打击，会得到躁郁症。即马师公已经73岁，怪照顾读高中的早孙啊。面对这个考验，师公是要安怎行出来的？咱就赶紧来看刷落来故事。也唔甘啊，拢搁搞长，搁接，搁接，足长啊！你加到剩一块嘛，搁捡起来用。啊，是啊。好嘞，好，你看这底下底下坐，你看哈。好嘞，还有只哈，好嘞。你靠，来倒进一个啦。哦，来来，救了长起啊！长起，好，这个确实我一条好过。安尼骑车会知啦。有来，我怎么呢？东西，进来，阿姐这个牛的，阿姐这来钓的青蛙，阿姐这好，安尼好，对，好，安尼就知啊，安尼好，安尼行嘛，会啦会啦，阿恁今麦要开车，我要环保场啊。这条蛇啊，你把它下顿，安尼会溜落去。哎，放菜篮，放菜篮，就是我的核心咯。我跳边来咯。安尼今次我全部，好嘞，好嘞，你走，你走，哦，你走。修行的德行，还有精神上的寄托，啊，搁运动我的身体的健康，安尼阿去阿乐是对外帮助，就是讲会当恢复我的健康，我心会当集中伫这个所在，拢无杂念啊，一心一直在做这个，都没有杂念。就讲出来这遐侪悲伤的代志啊，安尼家己拢安那做，来遮都拢袂记起来啦。啊，来应用到程度又较会学悲伤啊。所以你看做广告遮尔好。讲你今仔日食药啊，啊有食啊无食啊无啥物无啊哈。有食是一种心理的安全感啊，甲遐啦。啊无食像我今仔日早甲进无食，啊唔是那会好吗？我摕一回这个药，甲食咧上个月啦，嘿啦，还无所谓啦，意思嘛，嘛是意思讲着爱食，唔通无食，所以我嘛是爱继续食。啊，有闲食无闲，就甲做工作就是必要啊。所以病是占3分啦，心是占7分啦，吼，像你讲的吼，
只要咱心若无烦恼，就艰苦啦。无烦恼就拢无病啊。阿同志嘛，起来讲快乐的代志是啥物？做做环保上快乐，系啊，啊健康嘛是快乐啊哈。我即马健康起就是我的快乐啊。嗯。即马甲以前有啥无同款？啊？即马甲以前有啥无同款？哦，即马精神无安尼沉重啊啦，啊嘛无安尼那一个石头跌掉。这干脱啊，就会老呢。这干菜啦是要当作阿鲁米还是蛋？阿鲁米，阿这蛋落去对。心受伤的，有时啊该好好的，啊好好的就开我，啊若无就有，咱会讲一个人就该讲讲滔滔的，啊对方就甲咱抚慰。啊，就是怎么样啊？你要听上人的话语啊！阮所以阮会甲讲，啊，所以拢讲，哎呦，咱上人讲，你爱顾好这个心，我伫台北吼，阮迄个所以拢差不多一礼拜最少拢有一遍的电话讲，讲啊，你心有顾好无？啊，你正在创啊？我讲我正伫家咧坐闲，啊，心多咧静，要顾好心，讲好，安尼我着安心啊！你会当顾好这个心，这是五月一的重点。心若顾好，心就袂乱啦，心就爱静，吼，啊来做环保上好啦。要十点，我即马咧看这项纸客啊，我纸客一年一年，吼，啊，即下要来收迄个礼包的，即要对礼包一箱一直捡一直捡，吼，一项一项集中啊来捡，吼，啊即马来要捡提罐，吼，就上提罐。我咧教阮孙头嘛，拢啊，你唔通一项捡，一项捡，你会沾会乱去，你着一项捏捏咧，吼，啊捏了则无，卡过来捡一项，我就是安尼，心就集中起来，吼，啊就定力，吼，啊就定力。啊，到我若看时间，阮孙上今仔有补习，我差不多嘛是4-5点转来，伊5:10嘛吼，啊我等看一下，食食，互伊去补习。啊，有时啊，困袂赴，等直接做甲袂记得时间，困袂赴，伊就家己讲，安尼凊彩食一个啥，还是要食，伊就去啊。啊，去倒来甲食安尼，袂啦，袂啥物迄啦。啊，就即嘛是即个孙咧，甲我咧，互我承担啦。啊，无我拢做甲暗暝无。啊，阮家的囡仔会保养人会使的。啊，阮家的保养人会使。你看，蜜食食啊，同时啊等人呢。哦，我呐，你这拢买顿好食，啊拢无回收啦，你看。啊，这家阵家，即嘛等人因找无，啊，着去牵拖我甲收去倒去。啊，这可能是咧骂我，啊，搁咧骂我，人阮细汉袂安尼。这个孙哦，伊我做听做唔甘的啦，啊，我若无食，伊啊控制我的情绪哦。那像咧款这吼，会遭遇起吼，惊去甲拍着啦。啊，即卖那像用性地夹起来，我唔敢拍呢。我家己有时啊，较早拢会家己折磨家己拍家己呢。啊，想讲安尼嘛唔对呢，有时啊摕物件，家己安尼等，为什么你都不听我？为什么你都不听我？我得讲物件，唔敢去讲着孙啦。有时啊，人咧老去，我讲阿孙儿，你心理上有没有那个爱阿妈的爱与感恩嘛？有没有？毛衣？有时啊，讲阿妈给伊做个腰酸背痛啊，你没有对阿妈很爱啊又感恩？你这种计划爱记得在脑海中，跟阿妈说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毛衣。走路拢唔免患栏杆，吼，足自在。起码咧心脏咧，走路拢得栏杆救咧较安全。较是较下心会静啊，你现在食啥物药啊？顺心的药啊。一只顶下粒啊红的尔，
我一早应该就爱食，袂记去食。所以你即马有咧食控制情绪诶？嘿啦，啊，都较袂啊，啊，无食着啦，无食着拢较会躁郁起来。啊，讲了今下话讲袂煞。因为我吼真正搁咧调整咧啦，心理也是在调整啊。啊，都尽量做环保啊，即马即个孙子来袂当规心去做啊。啊，你死唔着搁兼压压咧？你收起来无？这安尼死呢？你有死两爿拢会死有起来无？吼、哦，你看你看哦，这个死你都扛不起来啊！啊，然后你甲压落吼，压落，爱寸几寸少，吼、哦，咱藏人师讲讲的讲，菜爱切寸寸少，一寸一寸，做人较有分寸哦。哎，你看藏人的华语是这么的好，爱学习啊！寸切寸寸菜啦。啊、哦，咱切寸菜，吼、哦，要安尼安尼一寸，这还要打折啦，啊、哦，爱寸菜哦。我尽量默默的祈祷，我那孙较乖了啊，会当考到到大学，给我安尼看有着，吼、哦，到硕士博士，吼、哦，那够我看有着吼、哦，我真正会足俭的啦，啊俭俭的吼，啊都身体健康啊来。来回馈社会啦，啊无，阮阿孙真拢互帮忙、甲照顾，社会人士拢安尼疼阮妈孙啊，以后嘛是爱伊爱回馈社会啊。我拢甲阿孙讲，即马我唔敢甲讲啊，人啊提物啊，还是提奖学金来，我就讲，哎、欸，你现在给人家那个鼓励哦，你以后要回馈社会哦。啊，伊就甲我讲，阿妈，你讲了好几次啊，不要再讲了。我人啊，提奖学金来，我讲，哎、欸，要回馈哦，以后也但几次小孩回馈哦。哦，伊讲好啦好啦，不要再讲那么多次。啊，阿妈就是安尼翻安尼翻，啊，这可能好啦。想到古锥吼，心内得安慰啊。对啦，就这个孙多来含我陪伴啊。嘿啦，伊卖因伫个伫台北，伊嘛过年到转来一边。你要跟阿妈讲你的心事吗？叫不会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都跟同学讲。那你有心事吗？啊？你有心事吗？只要懂事之后都会有心事的。应该说，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。跟同学吗？对啊。那你想试着改善吗？想，可是没有办法改。为什么？人家都不理我。就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迅速的变成空气。你不是班上第二名、第一名？嗯，可是好像没有人感觉。他们有他们的小圈圈。虽然说我也有我自己，但是就是那些就是怎么说嘞，就是我是最后一个顺位的选择。你说一二三的话，你会比较是三，嗯，对啊。那你很介意这个吗？有一点。师傅，啊，你当阵才来，你咩啊才算沟通啊？来哦，我伫台北喊伊默契去，伫台北陪同伊一年，才搬倒来。嘿啊，伫台北迄落转来，甲姑姐伊转来，无伊都唔转来嘛。伊伫咧唔甘因妈妈买迄间厝嘛。啊！我讲你回来吼，阿妈有一间厝，地主啊，啊，着靠边的，啊，恁回来待同生活较少吼。哇，系啦，讲一个话，靠尾带伊，真好听，甜蜜甜蜜的，靠尾带，是啦，我好听的，听听就是。
做慈济啊，也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啊，调整自己的人生啊。安娜，你有没有看见阿妈的努力？她最近好像比较克制，比较不会发脾气。那这个部分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阿妈？希望她可以继续努力，脾气不要那么坏。希望你自己可以改变什么，可以让你们两个之间的生活更顺利。尽量帮忙做家事吧。你看这地方来哈，你看等来刷破了呢。我都这一次啊，两块的事情，啊，这个还做未来嘞。做了你很开心，我因为做这个没办法。哦，伊伫咧北塘上啊，伊咧北干那咧北金条。今天，今天来，牛奶喝了。讲一个经验先给伊食，迄过下来，阮前孙啊，伫伊国家都要好用。停到了了了，乌妈妈来得酒坛。丁丁 ，Hello， 快来吃。好，乖。他不理你。他的笑面已经到了啦，他已经去。再去另外一个世界啊！我不理你。嗯，哎，这毛这家长大了，咱大只呀，搁咧咱迄个，迄两个婆啊，规拢生高大面，他拄底下跌着啦，照顾这个拄下来了，你看有恐怖哟！我真的这样掉下去，他跳跳一直跳跳来到这里面。我不理你。我真的吓一跳，我哦，拢花面呢，我本来要你看，唔敢让你看。我迄三当前。保护保协会来把油擦了时，我提门帘来把帘过年啊，甲进三房都拢无用。来看有正无？来，甲阿妈看。来，这样有没有中间？有多对哈、哦？嗯，慈悲喜舍，哦，好棒啊、哦！好，好好好庄严哦！年到了啦！哦，年到了啊、哦！对不起哦，啊啊，阿弥陀佛的。好嘞，你有交掉无？好啦，你看天家安尼讲，还阁要七算啦。哎呀，哎呦，唔通啊啦，太高啦，迄内底四进啊啦，迄进惊人，阿妈已经得惊人落啊，茫阁捡起啊啦。好，没有办法，人伊阁另外去一个世界，你当然咧思念伊迄只。心意就好，我去要棉花。安尼你无洗哦，足清洁，茫捡起哦，已经拢死，拢洗困啦哦。你来听阿妈啦，不用了啦。哦，你看哥哥阿公安尼，我收伊。看来你现在自己弄的，你会不会补？会啊。你也会啊、哦？可是补得很丑。啊，这个宝贝是你的最爱。嗯。跟了你多久？十年了吧。所以他再怎么破烂，都要把他留在身边。嗯。来，我这刷起来，这狗爱刷。
是最强的是我还有钱。真奇怪啊。自己操着一点路啦，吼、哦，房间无辜负我苦心人啦，就是自己安慰自己。命运拄着啊，书上人讲的，行前脚放后脚，吼、哦，我一定爱记好掉，时时刻刻安尼做代志，在脑海不住讲得用心，啊，是去爱尽量改，唔通请发脾气，真正我。忧郁症的人哦，若看到、听到无好的声音，也是讲看到人动作的态度，咱也是爱赶紧心静起来，顾好这条心，唔通受动。我阿孙有时阵嘛是会讲甲足大声，我若无含伊讲一下，我心就惊讲叫夹心落，吼、哦，啊我就。到尾我讲，其实哦，阿妈哦，唔是讲无用心呢。你敢知阿妈哪有去咧上迄个亲子成长班的辅导课？我嘛做用心去咧上课。你爱同情阿妈，阿妈食到遮老啊哦，嘛是用心去咧研究去咧上课，想讲要安怎来疼惜你这个阿孙呢？啊，要安怎来和你迄个互动？吼，啊，你爱你会原谅阿妈嘛？爱同情到阿妈的用心，结果他用眼泪就有。红红的眼眶，我讲乖的，你得爱体会阿妈，真正唔是我爱念你，我真正是做用心去咧学的呢。何况我要安怎和你阿孙互动，我真正是做用心。有啊。亲人的往生，和叔哥真伤心。好家在有发亲的关怀，可以会当慢慢放下过去的痛苦。苏哥讲，人命灵魂才会当勇敢走落去。即卖希望查某孙啊会当平安大汉，做一位有路用的人，这都是上大的安慰哦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这去买啦，变。个姐姐，我打电话了。等谁哈？喂。我现在在弄窗帘，你等我几分钟。你快点好不好？好，再让你电话回来。电线机的。我在等。啊，你都等着。你要上老板家上面去哟。啊。啊，你没去啊你？啊。再不走会被妹妹走。好啦好啦，叫我加油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快走。